天我们学习一首非常炫酷的撩妹第一神曲，陈楚生的《姑娘》。右手只需要这三步就可以轻松学会。第一步，我们右手大拇指侧面甩打下弦整个琴弦，甩完之后呢，手要弹开甩，再来一遍甩。好，第二步呢，我们的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依次往下扫弦，一个轮扫，再来一遍。第三步，我们中指、无名指往下扫弦，扫完之后呢，用小鱼际切音，再来一遍，切，切。好，我们慢速的练习一下，拍扫拍拍切，拍扫拍拍切。整首歌用到的和弦也比较简单 ，AM 和弦、DM 和弦、E 和弦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结合着谱子慢速的试唱一段啊。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，姑娘，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。加油练习。